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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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拿条湖边走几条，刷挂那条湖边走。 吃的烟炉花儿就吃，又辣，加芥末加好多嘛。芥末那东西一斤几把哦，烟炉花儿都吃了，不伤心了，伤心。 哎，他搞的什么？哎，你那个样子，你看我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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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放这是必须得放的哈。我跟妹两个妹妹，你自己都在。看名字的。哎，一个张西西，看到那个了没？张西西，明明走的，不要去，张西西，为什么不要去？你可是孩子，我从别人心里来的不好。原来是帮忙，走一天就走不完。嗯，确实是。半山街经济巷。指挥。那你一下。那算我一儿老的东西。怎么可能都在这洗衣服啊？我们相当于是在往回走。哦。我早都没一点到，就是一点到。这个门口两个钟头。就是在下头去可以去走。刚才就在下头讲一公里。它是对面的嘛？我说下头那个。必须咋走是吧？我记得说那天一碗凉面都是十元。老婆，有人划船，你要看。哎，这个能不能吃？妈呀，你想吃啊？哦，恐怕那些那天没得好多人去走的，看嘛，林子北面啊，看。哦，红天。但是今天我刚好那个哈，等到我。他的房子很，房子比你盖的要矮些。哎，你来照来，我照一个。都是他们来家属来。那家属儿过去订餐去了，他说只要有你们过来吃饭就够。他又不说得哪些，好光荣啊！都转车上去转到，现在后面慢慢转。是吗？啊，它这里以前有这个道观，这个道观。哎，早知道都是些苗子，在这地方。
我们在北京啊，有它也有些也整了些古镇，但那些古镇没有这个看着舒服哈。我觉得要比西塘那边要哇，讲西塘那边都是已经很明显的，哪个能见到的？对，我进去看看，舒服。可以吃那个火锅儿，下去。哎，火锅儿就在这儿就完了吧？Thank you.